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十月十三的公视 AM 新闻，我是杨淑晴。先开始先来关心今日的新闻重点。香港实施禁毒令了后，每一个周末都有抗争行动。今日在全港十八区的抗争活动爆发激烈的冲突。国庆连假有台南的游客去南投红乡部落的碧轮水城露营，其中一位民众无细力跌落水底，人找到的时阵已经死亡。日前，桃园消防员自费去马来西亚参加吉隆坡野地救护比赛，头一届参赛就得到国际组冠军。新闻开始来关心，香港在实施禁毒令发了后，在周末都有抗争行动。今日有网友发起在全港十八地区的抗争活动，有示威者烧国旗，阁有人用路障将大路占掉的。放送中运动已经持续长达四个月无平息，有群众从香港民主女神像运上西子山的山顶，要来替香港人加油。四公尺高的香港民主女神像踩在山仔山顶，有团队在十二透明分配，把零件搬上山了后才组装，把女神像固定掉的。利用行动来为参与反送中运动的香港人加油。这场示威行动已经四个月也无停止。在港府镇定禁毒令发了后，示威者拜六依然抗争。十三礼拜，网友发起十八区罢免行动来争取落实五大诉求，了后陆续有示威者行上街路。有人在黄大仙空场来烧国旗，也有人来设置路障占古马路。李景峰是伫个强烈转弯空场，也过大埔地区，甲真侪示威者抓到，并且甲真侪人带入警察车。这款的做法引发真侪民众不满，有时爆发冲突。时间到暗头啊，包括往加沙田转弯这所在街路，聚集的人愈来愈多。警方释放催泪弹来驱散民众。尽管香港政府已经定出禁毒令，也毋过有真侪示威者依然带着喙暗，也是和平行上街路。警方是搁再讲，无论示威者安怎稳重身份，拢会受法调查。暴徒咧，无论想用任何企图方法咧，企图掩饰自己嘅身份而犯案，警方咧都有信心同能力去侦破呢啲案件。由于警方咧非常重视呢类型嘅案件，所以无论个案件过咗几耐咧，我哋都唔会忽略调查。十六拜三，香港立法会要复会，也毋过反送中抗争依然无平息。这时示威者会再举办集会，促请美国紧紧通过《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已经得到无反对通知书。正是禁毒令法生效了后，头一个甲反送中相关的合法集会。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国内新闻，高雄市长韩国瑜出席维吾尔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启用一周年，致辞时阵强调，这年外时间，全台湾的焦点已经转到高雄。不过，国政顾问团是呼吁蔡文总统赶紧辩论两岸政策。对此，蔡总统回应，唔知道对方在着急什么，颠倒提醒韩国瑜对此情爱有责任。只要有心人，应该都可以观察得到。全台湾的重心不知不觉已经转到南台湾，而且转到高雄。维吾尔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启用一周年，高雄市长韩国瑜出席活动，致辞时指出，回顾这一年，全台湾的焦点已经转移到高雄，同时俄罗维吾尔带予市民真多音乐响应甲艺术表演。讲话中彰显高雄人更多，而且国庆连假四天，韩国瑜就三天在高雄参加活动。南北都有跑，都有一些活动，都有一些。拜访啊，有一些会谈啊等等，那是只要高雄这边有重要的活动，我还是会参加。敢若讲市政，袂讲请假并算钱，今日做文章。也过韩国瑜国政顾问团以国庆日提出的两化政策，向蔡英文总统罗建贴。因为韩国瑜今年认为，两化政策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而且有关经济发展，韩国瑜已经准备好，时间地点由民进党选，希望愈紧愈好。因为人民无时间搁再等了。不知道他们在提什么了哈。那么到了十一月，我们都去登记，正式成为候选人之后哦。按照规定，我们本来就是要进行辩论的哈，那我们本来就有机会辩论哈。那倒是韩国瑜市长哈，要注意一下，他还是民选的市长啊，对市政是有责任的哈，也千万不要回避啊议会对他的监督。韩国瑜今年直接对外蒙古感，蔡总统是感叹回击，讲蒙古的讲法是国民党炒出来，这是不好现象。近来也看到国民党的很多的言论都往这个方向来炒作
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这是一个政治的炒作。你对着韩国瑜这支民进党执政时欠缺道德，无欠缺电，蔡总统只是讲唔知伊安怎想的，无管你来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主政苏明顶个月过身，苏明教育基金会今日举行游行加追思会，纪念这位台独运动的大前辈。总统蔡英文嘛去现场致意，颁证保扬令。在着台湾独立建国的旗啊，游行队伍对台大校门口出发，一路行向凯达吉兰大道追思会现场。你甲苏明关系真深的总统蔡英文也伫个游行队伍到位了后，来到追思会致意。蔡英文强调，未忘记苏明对国家的期望，并且颁证保扬令。独派大脑郭宽敏也指派办公室主任第三会所来致意。辜先生他因为身体状况，他没有办法亲自出席，但是他交代我们基金会我们的所有同仁一同来出席。那偶遇上他的理想，我们会接棒，会继续传承。一个人在百岁当中可以影响我们的老中青三代，我想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历史人物。所以独派民间团体甲苏明在世前的学界朋友，一一在追思会来行礼致意。追思会周边也有议题市集、甲大都图书展览等活动，也有苏明过去珍贵相片纪念品，未少支持大都民众也带着全家来致意。苏明先生是为着台湾安尼无私的奉献，台湾人若真正要出头天做主人，是爱学习到伊这种精神，真真正正牺牲奉献，毋是伫政治上伫遐斤斤计较家己的私利。苏明基金会讲，希望借由甲传统无同的方式，为苏明举办一场热闹的毕业典礼，未来也找适当的场所规划苏明纪念馆，为伊坚持台独的人生留下完整的记录。记者宋合报道。来看体育界的好消息，在洛杉矶举行的2019世界女子八胜球锦标赛，台湾选手黄晓雯今仔日伫54公斤组的决赛，以10-1打败跨国对手，摕到金牌。去年在亚洲运动会摕到女子八胜球铜牌的黄晓雯，在本届的世锦赛降级到54公斤组参赛，前三轮拢是以5-0过关，展现真强的实力。在决赛拄到法国选手卡鲁维利尔，一开始黄晓雯拍了较保守，利用气探步来观察对手，到第二轮的时阵，利用身悬的优势积极进攻，最后以10-1打败对手，嘛拿到生涯第一面的世锦赛金牌。日前，桃园消防员自费去马来西亚参加吉隆坡野地救护比赛，头一届参赛就打败来自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队伍，得到国际组冠军。而且为着这次比赛，因除了加强练习野地救护技巧，嘛爱训练英语能力。Paramedic, yes。挂着奖牌，摕着冠军奖杯，为国争光，那位消防员真欢喜。李晶因自费去马来西亚，头一摆参加野地救护比赛，就打败来自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队伍，得到国际组的冠军。它是野外的，跟一般我们在城市间的一些救护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在有限的东西帮助这个患者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甲城市救护上大的不同，野地救护需要就地取材。比赛前，队员特别找来德国啊球皮练习制作碳夹。要不过比赛时阵，因为无树皮，只好改用现有的雨伞加三角巾制作担架。我们旁边就有一棵树，然后我本来要割，结果我看树已经没有树皮了。后来是三角巾还够。要拿的是可能竹竿来做固定，然后还要爬，想到上下爬坡的一些问题。参赛人需要在真歹环境、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之下，精准判断包括多抓加条伤、脚还是手断去、搬稳定各项救护专业处置，拢是脑力体力大考验。当然，除了专业技能，也都爱勤练英文。英文比较好的学妹教我说，怎么去把这些平常很熟悉的技能变成英文的一些评估方法，这样子。这场国际野地救护比赛，台湾消防员唔那是展现专业，也将所有的救护技巧带到国际舞台，跟其他国家互相交流，也让世界看到了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国庆连假，南投发生暴露水失踪的意外，有台南的游客去南投仁爱乡的红乡暴露碧轮水清落影，其中一位40多岁查甫无细致暴露水底，最后这位民众被吹到时阵已经无性命现象。救援人员伫溪坎来回搜索，也阁有抢水人员伫水中，就是为了要抢在黄金救援时间，赶紧找到失踪暴露水的查甫人。也毋过水流真急，要找到人真困难。救援人员用手法真无简单，到了对岸伫石旁找到吊伫遐的查甫人，也毋过已经无生命现象。12号下昼，来自台南游客去南投仁爱乡红乡部落的铁壁轮水墙落影，其中一名40多岁查甫人无细致暴露水，更伫双河失踪。掉到水里。那个王庄把他卷下去的。就爬不上来了。那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瀑布下来，那人会被往池底里面带。那吸下去的话，一般没有专业的配备的话，是很难浮上来的。死者是61年厝细房的国小老师，家属表示，当时朋友也落水想要救人，也毋过水伤过蔡楼，加上水墙往下骹冲，颠倒被冲到对岸受困，紧急打电话给消防队员。12号暗时救援脱困，也毋过跌落水的细房查甫人，伫13号被发现时已经卡伫石旁。当地的民众表示，这虽然被俄罗斯仙境，也毋过其实是真危险。这个暗流很多，我们希望游客来到我们这个仁爱乡红乡部落铁饼瀑布的时候，尽量不要靠近水边，因为这个石头也是很滑。当地民众讲，铁壁轮水墙海拔大约1300公尺，水墙溪水清，冷很蓝色，加上黄铜色的干冰山坎，吸引不少民众来佚佗。不过水流真强，加上多变化，也是避免落水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同样是外出佚佗发生意外，一群来自高雄的民众10月12日去新竹县司马库斯爬山，其中有一位70岁团员，因为体力不够，爬到3.5公里的所在，人无细力，爬落去将近10公尺深的坎底。新竹县警察接到报案，赶紧派员抢救，顺利将人救出来。画面中会使看到警方甲当地民众在足歹行过滑山路当中，用人力方式扛着病患，行到差不多7公里的路程，最后刚刚才甲病患送到救护车会使到达的所在，顺利甲伤者送病院。由山上再运下来走，这个路程哦，都是采用人工的方式哦，没有任何机械可以代替，大家轮流背着担架，然后在崎岖的山路。都必须要用人员在那旁边哈托付着哈，这样一路将人员安全的送达那个登山口。救护人员指出，由于伤者他个受伤严重，现流血流袂停，差不多已经出现昏迷的状况。好佳在第一时间个伤者紧急送到山，目前伤者经过紧急抢救了，已经在恢复当中。查他的伤势，他是后脑勺有大概10×1公分的撕裂伤。然后他，因为他说表示他脊椎有开过刀嘛，然后他还表示他腰部会疼痛，然后呼吸的时候胸口也会疼痛。警方提醒爬山的民众，爬山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包括天气、路况、甲装备，上重要是唔通倔强，体力若是袂堪的，千万唔通往山顶走，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来关心哈吉贝洪台对日本造成的严重灾情。这次洪台的强风大雨引发水崩山以及淹水，总共有37.6万户停电，1.4万户停水，交通嘛未停未动，也阁造成至少19个人死亡，149个人受伤，另外也阁有16个人失踪。报道。澳洲一个城市数千位库地族人因为不满土耳其攻击叙利亚的库地族人，行去街头抗议。叙利亚东北库地族的民兵表示，恐怖组织 IS 恐惊搁再徛起咯。在德国科隆，超过10万名库地族人行上街路游行，因举着旗啊、画口号，提出真大的布条。一挂人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恐怖分子。12号，澳洲最城市的库地族人以和平示威，抗议土耳其攻打叙利亚库地族。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拢有几啊千人，希腊雅典将近2000人行上街路。叙利亚两座城市特尔阿布亚德加拉斯埃恩已经有几啊千人走出来了。另外一座城镇卡米什利发生汽车炸弹攻击，造成死伤，其中包括八姓。也有一座关押伊斯兰国 IS 战士的家外口发生汽车炸弹爆炸，有 IS 战士来逃走。
联合国估计已经超过10万名库迪族人变作难民。这样是土耳其的高火展开对叙利亚边境地区库迪族游击队的攻击了后所发生的。更加让人烦恼的是，伊斯兰国加纳国境没来恢复了。وكل المناطق الأخرى ما زلنا إلى الآن نتعاون مع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لمحاربة داعش. 法国德国十二停止卖武器给土耳其，并且警告安卡拉东郊出兵叙利亚东北，并且攻打库德族建筑，已经对欧洲安全造成威胁。美国总统川普在伊在华府继续为家己向向宣布铁棍的决策辩护，同时佫批准对土耳其经济制裁，并且警告土耳其上好莫想超过。而土耳其对此回应无得惊，并且强调无甚物人会用拖倒土耳其的经济。If Turkey does something that they shouldn't be doing, we will put on sanctions.库德族武装团体叙利亚民族力量过去几年来一直是美国打击 IS 上可靠也是上个重要朋友，因为土耳其该看作是恐怖叛乱分子，反而甲土耳其库德族合流来制造分裂，所以讲进入境界。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初三，台中大雅区铁皮工厂发生火灾，造成两名救灾消防人员死亡。根据统计，2011年到现在，已经有38位经已消损者。消防员工作抗议促进会10月13在立法院头前静坐抗议，要求立法院暂时要召开党团协商，赶紧修订消防法。救消防员！救消防员！修法拼三权！修法拼三权！气温真高，穿着几套的救火装备，大大的白布条写着“历年消防员顺级名单”。消防员工作宽裕促进会今仔日立法院前静坐抗议，要求立法院修改消防法来保障消防员的权益。这个月尾初，台中的大雅火灾夺走了两名消防员的性命。去年四月在桃园的工厂大火，让两名消防员罹难。根据统计，八年来拢总有38名经已消顺级，因敦请立法院修法，并且在日头第一线警官会当经由专业判断及在政治会场的退避权，加主动提供相关资讯的资讯权，扩大加调查非火灾轻微死亡的调查权。我们在要不要进去进行一些风险很高的抢救行动的时候，应该要回到现场指挥官的决定，让指挥官参考说哪一些部分其实是他要想到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机关、高风险的救灾行动的，那我就可以赋予你相对应的安全的这机制。在资讯权，不管是化灾或者是现场的配置上面，能够很清楚的展现，让消防人员知道。对修消防法，内政部已经提出一份同意5月3号党团协商的建议版本内容。不过，迄当时四大党团并无共识，促进会之前内政部安尼是以无正当的方式来修法，违背民意。可是上一次的协商里面，五月协商里面并没有任何党团有签字，所以那个根本不存在。消防署只是提建议的说明跟修正，但不能代表他们可以直接提出一个版本，因为这样等于是告诉四大党团说，行政机关已经有一个既定的成见，应该要这样子修。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绑架民意跟立法机关的一个状况。邱清辉以静坐行动呼吁订定健全的法规保障，和会场出生入死的消防员在危险工作环境中会当有一个安心的依靠。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为了进一步掌握空气中污染物的成分，环保署委托中央大学环工所教授李宗迪团队分析 PM2.5 的化学成分，结果在邦桥站检出有塑化剂成分，不过污染源对倒位来，还阁需要进一步调查。民众哪来哪关心 PM2.5 对健康危害？国内 PM2.5 的成分大部分是以硫酸盐甲有机碳为主。为了进一步将阿个较细节化学成分，环保署委托中央大学环工所教授李宗迪团队，结果发现伫邦桥站有检出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也都是塑化剂成分。这塑化剂的浓度，它的量因为是相当的低的，污染源这个不太容易，它是很多种不同的污染源，然后排放油飘在空气中，那被我们采样得到的。研究团队经全台北中南东拢总六站空气测站，逐天进行采样，分析2017年底到2018年11月期间的资料。除了检出塑化剂，也发现在冬季 PM2.5 的浓度由北到南渐渐啊增加，污染源的占比也无同。以板桥站交通空污贡献较大，而小港站是显示较受工业污染的影响。
至于 PM2.5 严重的淡薄的塑化剂，环保署推测是跟大量使用塑化制品有关系。因为我们塑化制品的一个使用非常的一个普遍啊，那这也是我们知道说它可能会流布在我们环境中，那在空气中也会占有一定的这个数量。环保署表示，这摆头一届检测有塑化剂成分，也不过伊的确实来源，甲敢是会影响健康，拢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目前塑化剂伫水中、土壤、甲空气中，拢有检出。塑化制品的泛滥，政府联名台中分会呼吁，全面应该为源头减少塑化制品的使用量。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健保署资料显示，台湾诊断为幽草癌的人数逐年增加，对1907年来看，总共有6798人。目前每年大约是以10%的速度成长。尤其幽草癌早期并无明显的征兆，通常伫确诊的时阵，拢已经是上尾期了。得到幽草癌的苹果创办人贾博士，抗癌八年依然是旺盛。被人叫做癌症之王的幽草癌，在台湾的确诊率有增加的情形。根据健保署的资料库大数据分析，1806年到1807年，幽草癌成长的速度差不多10%，男女的确诊率差不多，年纪是以60到69岁为主。但是50岁了后，确诊率一年一年增加，只不过确诊的患者只敢那10%会当接受手术。就是我们在观察的时候，的确有在数字在增加嘛。现在大家比较留意哈，就是说，这个假如说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就会去检查嘛。健保署分析，个人的健康意识愈来愈高，有可能是确诊率增加的原因之一。也不过资料显示，台湾幽草癌增加的情形跟世界差不多，并无较特别。医生讲，因为幽草癌的早期征兆无明显，确诊了手术困难度也真高。医界认为，幽草癌的病因依然无明确，推估是跟饮酒等生活习惯有关系。若是民众有想要吐、食袂落饭、低气压、体重降了真紧，一个腰脊骨脚只边会疼的症头，上好就赶紧去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高29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高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高32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高29度。华东地区上低23度，上高30度。新闻最后，带观众朋友做伙去密鲁看中部祈福会。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咱再会。Thank you.